爱奇艺泡泡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源。那一直都是九尾哥嘛，然后什么风格的创作，其实这个我倒还，因为他最喜欢的音乐人是他，但风格我真的没有那么局限，就是什么风格我都会听的。茫茫人海中遇见你，我已经跟博哥聊了，我们两个回去可能会做一首歌这样，然后但是不知道时间碰不碰上。反正我俩都答应了，待会儿回去看吧，期待一下子。你想你我心情无法记得，因为遇见你，写因为遇见你的时候就是没有头绪，就是想写首歌，就是不是因为有什么触动到我，就是说想写首歌，然后就去试着写，然后就写出来了。有啊，就是现在网上都能听到，他们就会去听嘛。那首歌其实就一般般吧，就是我就是说从音乐创作，然后就是整个歌曲就是特别理性的评价就是一般般，但对于我来说毕竟是我的第一首歌，所以说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。对，早安哦，今天的你也要加油呀，夜深了，晚安。